佛陀的三转法轮其实是讲苦集灭，那这三转法轮，然后呢最后的这个道，是因为你修的道才能证明了这个灭，才能证明了所有的苦通通都去除了。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转法轮，这在苦集灭就是三转，转苦轮，转集轮，转灭轮，要修道才能够把这个成就，就苦集灭道。释迦牟尼佛很重视苦集灭道这四个字，然后呢再把苦集灭道，他最早就讲苦集灭道，到最后还是讲苦集灭道。